王路子硬找我来他家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是王丽萍，出生在2011，我叫王丽萍。我们现在走到里面。哇，王丽萍，太久了吧？什么太久？你这里很远呢。哦，有一个好酸的味道哦。是哪里？你怎么可以？我看一下哦，有个好酸的味道。会不会是我的月经来？不行这样子哦，有一种很穷酸的味道哎。你太穷酸啦！你在干嘛啦？我今天录了 vlog。你说什么啦？我要当我那个 YouTuber 啊，我要当那个拍那个 vlog。Yeah, 你要当 YouTuber， 我今天要参观我同学家。你当 YouTuber，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家什么配备啊？我们家 YouTuber 的配备这些，这是假的吧？这是真的，你就是一只小 GoPro。我打他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你看你的收音就只是用 GoPro 收音，我 GoPro。你看我的收音怎么样？有一个收音师，也太拽了吧？看到没有？我们家就是这么大，了不起哟、哦！来搞乱翻桌。我劝你不要这样，不行这样吗？那我这样我就上你的 YouTube 吗？可以啊。那这样我会变红吗？露露，露露阿姨，我跟你是同学。没有，他是我叔叔的那个金钟情人。我是你同学。OK。不要乱把我们人设搞错。装好后，我想插进去。你的腮红才像纸扎人嘞。对，这是蛮有创意的这个爸爸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接下来画你画我，你画画我，再画画你，画画我，再画画你。五个仓，五个仓吗？我们限时40分钟。40分钟。对。然后今天我们要跟阿憨一起画画的材料是什么呢？亚克力颜料。亚克力。我懂，我知道。所以你都是这些模仿，都是从你，譬如说你，从你班上，以前就有这样子的同学。嘿啊，就是三八鬼，想想也是吗？想想这角色是蛮好笑的，但是我以前就是去敷衍别人用的声音呢，真的、哦。人家说、哦、我跟你讲，我用了什么什么，真的很棒哎，不是很好用吗？太可怕了吧，是谁呀、啊？我们的回复太慢，我靠，完全看不到啊！这是什么？还是我们现在先睡觉？那我们这样先聊天。Hello， 洋洋。大家待会眼睛开，可以看到我死掉了阿嬤。不要乱讲话。阿嬤在吃香灰。不要乱讲，快点把那个眼镜拿掉。他开始要乱讲话了。